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祈福法会10月16号在浙江宁波雪窦山弥勒圣坛释迦受祭殿举行。法会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爵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帕松列罗庄猛、班禅厄尔德尼却吉杰布主法，中外高僧大德及嘉宾出席活动，共同祈愿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。